Hello，哎，这个美颜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这能调吗？我这眼睛也忒大了，在哪调啊？哪里可以调滤镜啊？美颜啊，美颜，收敛，关掉。怎么突然变脸变大？等一下，大眼关掉，哎，可以。美白药，磨皮，少磨一点吧，啊，这样正常一点。调整画面，哎呦，好黄。对比度，对比度是啥？哎呀，乖乖，哦，可以，没有，正常多了。Hello，大家好。干点啥呢？反思啥意思？声音好小，我是怕吵，我怕我是在照顾那些戴耳机的朋友。听不到。网络良好，可以，因为我连了 WiFi。大家今天看节目了吗？啊，有没有看节目？看节目的朋友可以，因为我还没有看，有没有朋友给我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？又哭了，哭就对了，不哭就不正常了。你们刷这么快，我现在一个问题都看不全啊。成绩好，哈哈，成绩好，终于进步了。为什么穿白衬衫？这个白衬衫是因为要直播穿的，我总不能穿睡衣吧？然后一会儿，我现在在江西南昌，然后今天参加个活动，然后一会儿。晚点还能见到白举纲，白举纲现在可能还在奔波来南昌的路上，对，跟小白待久了，说话都有点平翘舌，分不清楚了。白举纲说话就是这样子的。汉语啊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啊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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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是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放眼望去，我看到有三五个说自己要过生日的，嗯，都那么巧吗？生日快乐！有白头发，有白头发好多年了，第一天认识我吗？跳舞街。差一分钟，天就黑晒。同路需急于讲解成败。
光阴好悲，哎，反了。光阴好悲，闪电飞快，敞开生命该何解？什么时候来广州？不知道啊。是不是大家喜欢跳舞街吗？我也喜欢跳舞街，跳舞街应该是我跟静哥去的最近的一首歌了。两天学了一个4分钟不带重复动作的舞蹈，真的是去的太近了。上课你还能看直播？不合适吧？先关了，赶紧关了，先好好上课。可能你上完课，你课上完了，我还没下播呢，你再回来，赶紧回去上课。手机关了，听没有？说的就是你呢。上课看直播的人，上班也不行，手机关了，好好上班。干啥呢？一天天的，不好好上班，不好好上课，还开会？开会你还能看直播？来，你有本事把我的直播投到你 PPT 上去。情人软件吧。哟，有人给我点赞了，哎，谢谢哟。啊，不是投到 PPT， 在开会的这位朋友，你有本事你就，把我直播投到你的那个屏幕上去，敢吗？不敢就赶紧把手机关了，好好开会，是不是？现在生活这么难，得好好工作。哎呀，啥玩意儿？来张嘴啊！我声音这么小了，你还跟我说你耳朵疼，那只能说明你听力太好了。咋又亲我？耍流氓啊！老亲我不合适。明日似在遥远，世间正在转。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？ 明日似在遥远，一切在转。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？ Do you wanna dance？Bam！ 我也不知道在干啥，我好大的风啊！很久没有一个人直播了，有点不太会了。我好像连背景音乐都忘了放了，是不是有点干？好像是有点干，那就干就干吧，没关系。谢谢，哎，直播试一试。今天直播多久啊？今天直播早呢，至少40分钟嘛，因为。